援军出击。你管这叫赵信？那你看看对面这玩意儿是啥？奶勒这是啥？我也不知道奶勒这是什么玩意儿了。这把下路咱就不去了，主抓上中啊。先打他一个黑焰收割，我怎么感觉这光头还得死？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我不走了，这波啊，他往里边插眼，我们直接绕过来。我直接一 Q， 点个赞，给光头。给光头稍微创造点环境，准备收割，然后插个眼儿，让光头舒服点，然后这样光头拿了一血就有我们一半的助攻，明白吗？就是我们这野区可能有点难。别死啊，光头！走了，上路再赶上一波，漂亮！这光头没死啊，我们就主抓中上，这把不是去中就是去上。鳄鱼红度，二段穿直接晕死了。A 掏，别着急放 E。正在磨我的爪子呢。赵信去下，那我们把上半段河蟹收了。聪明的生物。蟹收完，我估计赵信 F 六没打，把他 F 六反了。哎，把他 F 六给他反掉。这下路都不用去，根本就没控制呢都。死了吧！死了，在这等赵信。哎呀，我没升四，挺闹心的。哎，这赵信没打红啊！假装走一波，回来找赵信。450，找他，他红没打，我们得过去啊。我先把红打了，闪现平 A 接掏，没事，小问题。反他一手石头人儿。如果中路光头死了，那我们就得等六级再去了，前期去不一定能杀得了了。来，往上路再走一波呀，这铁蛋六了，我靠，鳄鱼六没啊？鳄鱼这都没六啊，
那我去中路收波线吧。刀锋也不好杀呀，这刀锋都六级了，很难杀。直接回家吧。先来个皮海。这个世界没有英雄。小龙被拿了。小龙没拿了，我估计赵信不得打个河蟹呀、啊？瞅一眼，他应该在蟹，把蟹抢了。走，奶妈，刀锋来了。我先升个六吧。哎，我先升个六级，然后去赵信的蓝 buff。这波赵信要去蓝，我们去蓝找他。直接隐身过来，先把鱿鱼掏了。平 A 再掏，再平 A， 给我来一钩，交闪可以。现在去中路赶快，这个刀锋感觉有点危险。确实挺危险。这刀锋我们俩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我就知道得出事儿，太猛了。看看上路这俩人干不干，找一下没视野，等一会儿别着急上啊，要上也先让这鳄鱼上。有针眼把针眼排了，排完以后打个峡谷。谁在里边？嗯，谁在里边？刚才是谁？刚才是刀锋还是赵信？没事，这鳄鱼他俩应该不敢抓。这里头是不是有个眼儿？哎，你们打吧，我就打赵信用红了。他怎么又过来了呢？事儿这么多吗？他是知道我在那打了，我一瞅啊，往右边走吧。
你们到底打不打架呀？打就快点打，不打就拉倒，磨磨唧唧的，你看磨叽半天也不知道打还是不打，烦死了。这咋这么猛？哎呦我操！定的。哎呦，死了！可以接受。插个针眼来，看看赵信上哪去了。哎，让我掏死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土龙，那下路倒来救一下呀！你说这下路，光头被无限减速，这光头，跟来一手，对，救一下，这不人头拿到了吗？这都没打死吗？来一口，哇，奶妈可以，来，奶妈被打死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赵信怎么一直那啥呀？一直要这条小龙啊！出门就打龙，出门就打龙。哎，好烦！可以设伏的位置，防御塔筑层即将破坏。哎呦，这人这个多呀！我操！抓下路呗，那下路咋抓？那你说那铁男上路不要了，往下路跑，咱们这干啥？我们牙哪都是人呢？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往野区走来，打我和打我三郎呢？那光头咋不过来呢？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叫鳄鱼啊，鳄鱼也不过来；叫光头啊，光头也不过来，干啥呢？我就不上车了，我马上走道。怎么都不过来呢？把中塔拆了吧。我这玩的啥？玩的螳螂，玩的啥？你说玩的啥？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
那螳螂这英雄没队友不行，叫人都不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畏惧凶风吧。你说人家一个中单加上他们一个上单在这打峡谷先锋，连打野都没有，完事我们家一个人也没有，旁边一个人也没有，没有人，不知道咋整。别打了吧，我要刺穿他们。来个人呐，什么意思？划过他们的头顶。这铁男是啥意思？我到了，哎，这波可以。哦，给我秒了！你看你俩没死，我死了，我都吐了。打龙呀，怎么掏造信了呢？刀锋死了，龙没抢下来，我想掏小龙，掏着造信了一下那个坑。上十一级，升到十一就好了。那奶妈跑啥呀？这是得来个夜印之风吧。他们绝
对会看到我的拳。大龙可以要，来个青雨吧，出个青雨黑切，加个春哥。我过不去呀、啊，先杀鱿鱼吧。来减速，想飞吗？想飞可以飞，可以飞呀、啊，飞飞飞完接 Q 就完事儿了呗。那刀锋过来他不也死吗？那换呗，换了高地不掉了吗？W 技能好厉害啊！先把塔拆了，小龙拿了，这第四条小龙了。哎呦！怎么还得鸟叫声了呢？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哎，这奶妈等级挺高啊。奶妈要懒啊，要懒干嘛呀？刀锋搁这呢吧？上路推吧。上路来推，我们野区可以蹲一蹲。这边中路掉了，要跟我们换上路，换呗。
鱿鱼挺幼啊。哎呀，给谁拖进去了？给光头拖进去了。不能上了啊，这边先等一等，先减速。没法上了，上不了了。位置太差。挺高啊，伤害！哎，这赵信有这么高伤害吗？一件半呢，这赵信，哎，你信哥才一件半。我一个三件的螳螂居然被个一件半的给杀了。直接大龙可能要够呛了。叮！哎，我飞减速，这都不让走。保下 AD， 那奶妈怎么跑了呢？行吧，呀，好盯啊！不是这 AD 为啥不上去点人呢？哎，算了，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哪那么多为什么呢？小龙吧，他不喜欢点就不点呗。我要刺穿他们。哎呦，这人这个多呀！奶妈来我一口，奶妈，光头上去了，我们没法上啊！光头闪了是吧？我一过来减速。再减。好，小龙拿了。一个平 A， 长个翅膀，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吃掉。进化翼估计这波打不赢。进化什么翼？那螳螂只能现在螳螂只能有一种进化方法，就是第一种六级进化 Q， 十一级进化 W， 进化翼没有啥用啊。
能飞没关系。出个黑切完事，了我一看呢，你是觉得你自己有点猛了是不是？你猛啥呀？你二，你十六级，我不十六级吗？你跟我猛上了，给你牛的。谁上去了？卡莎飞了。就支了我，别人都不支，你怎么不支支别人？你们为什么跑了呢？啊，跑到上路去了。奶妈这可救不了，这顿追呀、啊！哎，那上路不守了吗？去推你们推，守尸让他们守，精神病似的。我来两口，来妈呀，来妈给我来两口吧，来妈。减速，掏。惩戒平 A 放 R 掏死 A 打反溜飞掏 A 开 R 再 A 再掏再平 A 打反溜三个性格呢，打不了闪，我上个车